位来自韩国女医师定居台湾后，找到安身立命的居所，便找上杨佑祥设计师为她重新打造30坪的温馨居宅。玄关廊道至电视墙，运用线板点缀出淡雅古典气息。电视柜搭做黑木皮及灯带，提炼出现代氛围。随着屋主父母有时来台探亲，设计师便采用万向轨道形成活动隔间，让客厅兼具客房功能。书架选用铁件如灰阶色彩以及层板变化，带入现代古典之美。床头背桥延续古典线板，展现主卧的优雅高贵。铁件玻璃拉门界定更衣室与睡眠区，同时放大空间比例。主浴大理石与金属交叠，更为别致，进而衬托新古典之美。借由杨佑祥设计师的设计美学，丰富屋主居家色彩。